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特效。今天我为大家讲解上一期被熨斗烫伤的制作过程。这次我们用到的工具有海绵、黑海绵、油彩、敷蜡、血浆、刷子、棉签、整理。首先，我们准备好与熨斗同样大小的纸，确定伤口位置。这是伤口大致的位置。取出小块敷蜡，捏成条形状。这是上完敷蜡后的效果。接下来我们用油彩上色，沿着伤口边缘是上色之后的效果，用棉签蘸少许血浆涂抹伤口，再加少许的啫喱。加重伤口效果。这个伤效妆就完成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评论留言与节目互动。有创意想加入我们的朋友，请联系屏幕上方的二维码。我们的节目越来越重口，爱特效化妆的你不容错过。